男人都想做人生赢家。对我来说，赢得家人才是最大的赢家。强大是人生的一种选择，对于男人却是唯一的选择。你必须为家看清前方的来路，也不放过每一条安全的退路。男人这个角色，纵使所有人倒下，你也要为家立得住。驾驭男人本色，抵达人生心境。Volkswagen